墨西哥有一家内衣工厂研发出这款智能胸罩，能够早期的诊断乳癌发生。临床医学文献统计，全世界女性一生当中，每八个人有一人会罹患乳癌。幸好早发现早治疗，康复的成功率高达95%，因此早期检测就很关键。墨西哥一家高科技公司最近宣称，研发成功高科技智能胸罩，能诊断零期乳癌。这款胸罩的罩杯内贴有许多热感器，穿上之后，透过微电脑记录乳房温度变化，把数据化为图像上传云端，由 AI 智能系统进行判读。If we see an abnormal hot spot or a cold spot in the breast, our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can differentiate between a healthy patient and a woman with high probability of having cancer. 经过测试，正确率约20%。业者希望将来上市，让妇女天天都能检测，维护健康。喜欢改革创新的日本人，最近也有业者针对疫情研发出电力抗菌纤维，号称穿上它制成的衣服做运动就能消灭细菌。繊維が伸び縮みし、微量の電気が発生します。死滅させるというのです。业者宣称，经过实证，电力抗菌纤维能成功消灭99.9%的细菌和病毒，但还不知道能否对付难缠的新冠病毒。强调他们会继续研发，迎接挑战。杨正平编译。